我总是在这里跌倒了，但这次我会再站起来。杀！我的喵杀小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了，又要来介绍一个最好玩的开箱网站 Skin Club。那 Skin Club 呢是 CSGO 最公平公正而且最受欢迎的开箱网站之一。那在这里呢，你可以找到所有 CSGO 的各种造型，各式各样的付款方式，例如说信用卡、银联卡或者是加密货币 PayPal 等等，都是它可以支援非常多的付费方式哦。而且这个网站呢是一群喜欢 CSGO 的玩家组成在一起的小型社群，它有很多许许多多的不一样的开箱的方式。由于我们的官方的开箱，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开箱，而且还有更多各式各样的玩法。 Skin Club 呢你也不用担心，它是赞助大型比赛的经验，你可以在各大比赛看到这个 Skin Club 的这个商标，不管是赞助的广告上面也好，甚至是荧幕的旁边附近都会有出现这个 Skin Club。 那 Skin Club 的优势呢，就是在于它有更多的武器箱的变化。我们一般的官方一个箱子只能一个刀子、一个 AWP 的造型、一把 AK 等等。那在这边你可以选择你各式各样你喜欢的武器箱。那这个箱子里面呢，不会有只有一个刀子，它有各式各样的刀子 AK 啊、M4 等等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箱子来做开启。而且它的玩法有很多种，就是如果你开箱开完了，你还可以到我们的 battle 系统可以找人 battle， 亦或者是我最喜欢玩的升级系统。升级系统呢就有点以小博大，开箱开到的东西呢，然后来这边有机会做一个升级的动作，玩一点等等，我会玩给大家来看。 Skin Club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系统，就是排行榜的系统，每个月有个新的排行榜。那每个等级的前十名，你如果在前十名的话，你会获得每个24个小时你就获得一个奖励，你用的积分越多，你的排行榜的位置就在越上面。等于说呢，你只要在排行榜前十，就有机会额外获得 Skin Club 官方给的小奖励，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。那当然最后的最后还是提醒大家切勿上头，这个东西就是好玩，那你可以用你的零用钱啊、红包钱，甚至是年终奖金的 一小小部分，对不对，当作是让自己纾压解压的一个小网站。那 OK，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开箱，到了我们最喜欢的开箱环节。那我来试试看，先帮大家测试一下嘛，对不对，让你们看看大概是怎么长什么样子。冲！刀子！有没有？大概在十美上的箱子会比较容易一点，容易一点。哎，是两个了啦！杀！加油！来个刀吧！哎。43呢，可以吧，这个箱子感觉不错，哎，感觉可以推荐给大家。冠姐你可不可以抽到哪一个箱子，但是我没有抽到，你想我抽的你可以直接留言，然后就是说我这个我抽了15美的，你想看30美的 OK， 我也会测试给大家看。这个怎么有个30块的 Hart， 哎，不然我们抽看这个 Hart 好了，感觉很热门。哇，这箱子里面随便都500美的刀子起跳，哎，试试看，冲！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好运的啊。刚还有讲到这个 battle 系统，那我们来看看 battle 系统大概要怎么玩。这里有个费用，你要看，例如说你们可以找便宜一点的，例如说我们是小资男孩，我们可以找个例如说像这个5块的好了，我们就直接按加入。那你跟这个人就是队友，然后就比看看每个人抽到箱子的那个价值，然后比总和，总和比较高的呢就赢。这边开始，就像这样00010，那他们这边应该就小赢一点，这就是总共开始6次。哇，干有欸，就感觉小喷回来，小喷回来。
了，最后一个应该不会被逆天翻盘吧？GG，我们应该是赢了，我们两个抽到两个20块的，他们都没有，因为他这边就会结算，开始结算，获胜。刚刚你抽到的东西全部堆到你的物品栏里面，就是你刚刚在这里玩的啊，你这边抽到的全部堆到你的物品栏。阿贤，这个都好普通哎、欸，这里就有来一个升级系统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我总是输在这里，我总是在这里跌倒了，但这次我会再站起来，就这个好了。冲！有啦！再一看就知道有咯，咚！然后你可以再继续升级，但是要记得这个有时间限制的左上角，所以一样你也还是可以偷洗一下，小小洗一下。再 AK 好了 ，AK 不就是换 AK， 以 AK 换你的 AK， 冲啊！有啦吗？不会吧？有咯。通常 1.5 倍会几率是高一点啦，因为你乘以2的话你会换到比较贵的，可是几率会小低，剩5秒啊，有时候就是这样哦，你不能犹豫太久，换个手套好了。像这样，你就可以，阿贤见好就收，你就可以见好就收，它就是要到你的物品库里面了。那你如果不想继续玩，你可以选择直接卖掉或者是升级。这个 battle 系统就是这样，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那个、哦、升级系统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玩的，就是这种以小博大的感觉，你会觉得很爽。这个 AK 你也觉得还不错，就直接开。不妙！过去点，过去点，过去点！碎啦！有没有？就是这样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 update 系统大概是我应该是我最喜欢的，就是这个很刺激哦。用几率的，我就觉得很刺激。那我们这个见好就收，下一次呢，我们直接收集一波大的，然后我们直接就是这样子直接丢，看我们可以换到一些什么。就是看可以换到很贵的，最多前几支影片我好像都100多美，好像差不多100美左右我就输光了，所以我们下次先收集一点了，然后一次赌大波一点的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也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啊，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小小的小玩一下，那当然不免俗的一定会有一些优惠码在我的资讯栏里面，那大家在游玩的时候呢。在储值之前，可以先用我的下面的优惠码，然后呢，先做一个登录。那在你储值之后，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优惠。那大家最后还是稍微提醒一下，切勿上头。这种东西就是好玩，小玩一下，那不要太上头，一点点就好，真的，一点点就好了。那 OK， 那非常感谢今天收看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好玩哦 ，Skin Club 赞。